我跟你说，你下一场你就拉黑了，不能进来。这位粉丝，怎么样？啊，好好好好。可是为什么我拿上来就要我玩呢？我上星期已经玩过了。你想跟谁玩？许安卓，你想，我问你，你想跟谁玩？你说一句话。我都想。<笑><笑>那我教你，如果你都想的话，你就把这个。 弄成一半，你跟我玩一次，跟他玩一次，跟他玩一次。我们还有一根吗？还有一根。对啊。你掰的一边长一边短，然后和他玩长的和我玩短的。太好了，我有两条命。<笑>好了，开始吧。你不是不喜欢吃腻的吗？啊，好。哇，我输了。<笑>这句话我输了。<笑>啊，玩好，玩好了吗？啊？玩好了吗？这个你先保管一下。 所以你要跟还要跟谁比吗？我知道。哦，好好，来了，你太矮了，来了。没关系啊，哎，干嘛？加油。啊，好好好，我这边脸比较好看一点。你<笑>我也是这边脸。OK， 没问题，你喜欢。哎呀！ 最短的距离产生了，天哪！好了好了，谁怕谁？来继续玩，拿这个继续玩。<笑>下一个，下一个跟上。<笑>我们侄女从来没在怕的。